Welcome to our human library. Today, we're meeting Mr. Sam Yoong, as students call him Kong Shifu. From being a chef in Singapore to building a name in UUM, his journey is a tale of resilience, cultural unity, and inspiration. Let's dive into his story. Hey, uncle, 他们都叫我 Sam Yoong， 在这里呢是他们叫我师傅。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都是不在本地啦，都是往外地跑，就是我们跑去新加坡工作。然后新加坡工作之后呢，就是觉得啊，在饮食业这个行业是不错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啊，进去饮食业，就从学徒做起啊，就做到最后呢，就进到五星级的酒楼，六厨、五厨、四厨、三厨、二厨，慢慢的爬到一厨。 过了之后呢，就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啦，所以要读书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只有回来马来西亚自己创业。那个时候我是在 JB 了 ，JB 一般上开店的时候呢是18年左右吧。然后我就回来阿罗萨，差不多是2年，觉得阿罗萨市场不是很大，跑去兰高义做了4年了，生意是很好很不错的，就是因为遇到 MCO 啦 ，OK。 对，疫情的时候就生意完全的从，好100%跌剩10%，所以就讲那时候我们也是忍耐了6个月，而且这个疫情也不容易开放，而且兰高义那边呢，毕竟离我们家乡很远，然后又担心父母亲啊，所以就被迫关掉，然后回到来这里呢，就是还在疫情期间嘛，在我家里那边那边呢做些小生意，也是做饮食业。 已经慢慢开放了，也认识一些学生了。2年外卖之后，那时就打算到在北方大学这里呢，就是找一间店来开，就在 DMB 啦。那个时候就是卖面啊，和卖甜品啦。做了1年多之后，就觉得 VMO 这里还不错，就在这里 VMO 这里再开到第二个分行，就是卖一个八方盖饭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可以讲一下你是如何？ 吸引到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顾客吗？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，尤其是我们在 UUM 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所卖的食物必须是清真的。不过要吸引到义工过来光临我们的店呢，就是我们唯一就是从这个甜品着手，因为甜品方面一般上都是都是清真的啦，所以我就是选择卖这个冰客啊甜品之类啦。 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就把这些印度学生啊、马来学生啊吸引过来，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甜品之后，自然就接受我们的食物了。你有什么想要对学生特别分享的吗？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，最重要是自己意志要坚定，意志坚定，你就有办法去克服一切的困难。也就讲，尽量不要再遇到一些小问题，然后就放弃之类啊。那个只会对本 自己本身没有好处的，也跟自己本身不能够交代到什么东西的，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呢？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是要什么呢？比起手指，我是行的。That's the story of Mr. Sam Yoong, a local entrepreneur who has inspired many with his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. Together with his wife, they built more than just a business. They've created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nnection at UUM.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n exploring this human library story.